得了，您坐B区吧啊。郎师傅又来了啊。哎呦，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？我写的是什么来着？你想好了，这人记性不太好啊。你写的是探险家和旅行家。哦，对，我也是太正经了。不过我非常羡慕那种生活。不许说谎。对，非常羡慕那种生活，就是他确实干这个，到处跑，喜欢到处跑啊。他老能忽悠着钱，人家出钱，他去一会儿南极，一会儿非洲，四处采风就去玩一玩。老能忽悠着，而且人家出钱，对，也挺好。嗯，是多出去走一走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有机会咱们一块儿啊。好。高师傅，还在世的人中，您最鄙视的是谁？我最鄙视的是……哎，别说不合适。是不是，我要说，我最鄙视的就是鄙视我的人。对，所有鄙视我的人，我都鄙视。所以我觉得特高兴，我喜欢的人喜欢我，我鄙视的人鄙视我，就是最完美的人生。谁都不欠啊，是吧？为什么退学也是因为这个？老师一进门，这节课咱们是笔试，他急了。口试还好一点。每一位来的嘉宾都得讲一个笑话，两位想好了吗？啊，讲一个笑话。来到这边来。哎，还讲笑话的？嗯，想好了吗？什么笑话？随便。来。啊，我讲一个。你有吗？我没有。这个笑话。